叫勇于互动，勇于伟大。伟大的公司本来就不是很多，所以你熬住寂寞去寻找那个伟大的公司。我们今年开年会讲了很多事情，我说我们要投伟大的公司，最关键是伟大二字，不是公司。公司很多可以投，你要投到伟大的公司。伟大，我觉得第一要做的行业第一，第二能够持续增长，就是 sustainable，就是能够最好是能基业长青。但基业长青这个词也太空了，就是说什么叫伟大？我觉得先把它做的行业第一，第二它能够 sustainable，就能够长远的发展。这就是公司，它不会死掉，它会永远成长下去，是不是能做100年我不知道，但是它做个30-50年应该没问题。这种，对，这点就是我也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跟巴菲特不一样，巴菲特其实投上市公司，第一他是不帮忙的，他是不管台湾公司，你最好不要找我。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个财富的分配，就买进卖出是财富的 redistribution，但我们真的是帮助企业家创造了财富，所以我们就更辛苦一点，对，更辛苦一点。但是更有成就感一点吧。当然，企业家是鲜花，我们是绿叶嘛。但是我们也很愿意甘当这样的绿叶，因为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鲜花，可以做好多个。